舞蹈老师，然后我的爱情宣言是我要找一个像疼女儿一样疼我的男朋友。这个一出场，我看跟这名儿完全不搭，那名儿多接地气呀，孟老二啊。这是你的外号啊？对。平时大家都这么叫你啊？对，我的朋友都这么叫我。啊，整个是一个辣妹，是不是辣妹的形象啊？很火辣。我看看上场之后，灭掉十五号啊，轮胎哥的灯。自己都有感觉了，上一场我就感觉下一场肯定还是我，没想到我嘴开光了。十点斤，再也不火了。美女，用啥灭我灯啊？我就感觉你长得有点凶，以后你能打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不叫凶，这叫气质。美女，你就说你灭他的原因是因为你俩站一起就是美女与野兽。缘分天使给谁了？九号东林。那个美女，从你一上来我就感觉你气质这一块走这一圈，我感觉就是拿捏死死的。好、啊，是这一圈给我走的，我说的我都要流鼻血了，都真的。美女这气质是有啊，她走这一圈，我就一扫一过，我这眼睛就清晰一秒，是鼻子要淌水。后来我一。